好，再来我们就看这个半坡偶极子天线。半坡偶极子天线，那半坡偶极子天线就是它的长度是二分之一坡长这么长，啊，整个长度，就是天线它上面一半是 h， 下面一半 h 嘛，对，啊，两个 h 等于二分之一坡长。啊，我们发现它呢，模式跟阻抗的特性都相当令人满意啊，啊，所以它显得比较重要。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因素带进去，贝塔 h， 啊，二 h 二分之 lambda，h 等于四分之 lambda，h 等于四分之 lambda， 那么贝塔 h 就是等于二分之派。啊，半坡长偶极组的天线函，它的天线模式函数，啊，模式函数 pattern function， 这是 pattern function， 本来是这个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贝塔 h 用这个带，西塔呢还是保留在这里，那不过这个就变成 cos 二分之派就没有了，所以它就剩下这一项跟这一项啊。啊，这个是把 h 带贝塔 h 带进去。那现在我们看，在九十度这个地方，西塔等于九十度这个地方啊，九十度就是一，分母是一，分子呢也是一，所以这个时候啊，在九十度的地方呢，它的 factor 最大是等于一，在零度跟一百八十度之间。啊，这个值啊是零 ，OK， 这个啊，你看这个零或者一百八十度，正一或者负一 ，cos 的二分之派都是零了啊，就在这个附近都趋于零了 ，OK。好，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原厂向量。我们就用这个带了啊，这个带，用这个带，因为 F 求出来了，所以它就变成这个原厂电厂的原厂 ，H 厂的原厂呢，我们就用这个关系带就好了，啊，它是等于这个，这两个都可以求出来，在九十度的，这个。是任意角啊，是任意角，然后 pointing vector 啊，当然它的方向是朝 r 的方向嘛， e cross h 啊， theta a theta cross a phi 就是 a r 嘛啊，大小就等于这个啊，这个取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啊， complex conjugate， 哎，啊，你把这个按照这个，乘起来就是这个值 ，pointing vector。好，那现在我们将这个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这是代表一种功率密度了，在半径为 r 的大球表面积分，可以得到半坡偶极子天线的总辐射功率。就是说，你把这个天线呢，当做一个，当然对。无限大的空间来讲，它还是很小很小了啊，所以对整个球面啊，它的辐射啊，那就是等于这个值 ，PR 啊。哎，我们把这个带进去啊 ，S average 带进去，然后啊，这个积分积出来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不管积分了哈，啊。然后。嗯，你看这个带进去，这个积分不好积哦，用数值分析我们得到这个值啊，整个这个值啊是等于 36.5 个 IM square， 30乘上这个积分积出来 36.5 瓦特。半波长天线的辐射电阻，因为这个等于二分之一 IM 平方 over
二啊 ，over 二，那因此呢，它就等于啊，你把这个 PR 带到这个地方来啊 ，IM square 约掉了，它就变成这个两倍啊，啊，变成73.多。辐射强度 maxima 是发生在西塔等于90度的时候，西塔等于90度的时候，啊 ，U maxima， 那它就是你把 S 值求出来了吧？西塔等于90度，把它带进去，一，这也是一，啊，那就15乘 im square over pi r square 啊。再乘上 r square 就等于这个。好，现在我们可以求它的应该方向性因素了。方向性因素 d 带入这个式子 ，u maxima 有了 ，pr 有了，它是等于1.64。好，相对于全方位的辐射器，上个式子的方向性的分倍数。这是另外我们前面讲的全方位的啊，我们刚刚又求出来，它是2.15个 dB， 2.15个 dB， 这比较了啊，这个方向就是1.64啊，那这个是啊，前面我们求过这个是2.15。辐射模式中半功率的主波瓣宽度是介于下视角西塔之间，因为西塔它是电场要等于1/2了，电场啊，电场这个是它的这个 F 啊 F 西塔，我们要 normalize。这个当作一的话啊，那么就是说它要等于电场是根号1/2啊，啊根号1/2啊，根号1/2，整个要等于根号1/2，前面是一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normalize 的这个当作一了，而这个整个要等于1/2，那就是这个1/2啊，这西塔是90度的时候啊，等于这个啊，这个西塔等于根号1/2啊，那这个西塔就是介于零跟派之间啊，当然是介于零跟派之间的啊，这个式子可以借由数值分析或者绘画法解的主波瓣宽度是等于78度，你把它画出来嘛，啊，把它画出来，这个角度是等于多少，啊，角度等于多少，在这一个正角一个负角之间啊，画出来，半波长，它的主波瓣宽度是等于这么宽，就是半波长的，就是半功率的这个位置啊。由这里可以知道，半波偶极天线的方向性因素 d 是等于1.64，只比我们刚刚求出来 d 啊1.64，它只比 Hertzian dipole 90度的时候1.5多一点点啊。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分倍数是1.76 OK， 我们看看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看这个值啊，我们用 dB 来表示的话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前面讲过的
Perchin Dipole 是 1.76 那么这个比它也没有高多少，2.15、啊、这个 1.76 是比它高。好，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这里有一个四分之一波长长度的线性天线，竖立在理想导体的地面，就是这个地面呢、啊，当作是一个理想导体。一个正旋电源在天线的基座上驱动，视求其辐射模式、辐射电阻跟方向性。好，这个我们用这个影像法，因为你这里是理想导体啊，啊，理想导体。它就有一个影像电荷，不，影像哈、啊，就是你电荷来讲是影像电荷，电流来讲也是个影像电流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电荷在这里，就相当于它电荷在这里啊，你电荷正电荷啊这么流，哎，就代表负电荷，这是负电荷这么流，负电荷这么流，电流还是朝这边。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等效，这个它一个等效的偶极天线。不过它发射呢，虽然它是这样子的，但是它发射还是在这个空间，因为你这个地下了，地下没有不可能有人把发射器摆在地下了啊，所以还是只有半个空间啊。对，这我们刚刚讲过了啊，就好像有一个影像天线，长度电流的大小介于原来天线相同，所以由11-7A 天线产生的电磁场与 B 半坡天线所产生的电磁场一样啊，这个电磁场因为等效嘛，所以一样。好，那么 B 图就是这个图。好，虚线所画的模式就是四分之一波长中所得的函数曲线啊。四分之一波长就是这个。它现在你看这个时候啊，它有这里都是实线所画，都有强度，都有电场。那现在我们因为那是理想导体啊，虽然下面有个影像电荷、影像的天线，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场只有在这个上面啊，只有这个看得到，底下那个都没办法看到啊，所以就是这个虚线所画的。哎，在西塔介于零跟二分之派之间，波纹体向量的平均值仍然可以由啊下面求得到。西塔就是它的模式图啊，西塔跟西塔，这是零啊，这是二分之派了啊，二分之派，因为它现在图形都是在这里。还是用这个式子来求，不过这个西塔呢，现在是在零跟二分之派之间啊。好，由于四分之一波天线仅在上半空间有辐射，故总辐射功率啊，它 phi 是没有问题，转一圈零到二派，但是西塔呢只是从零到二分之派啊，其以前那个是从啊零到派 ，OK 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啊 S average 带进去 ，S average 带进去，积分积出来啊。这个 d f i 已经积了，变成二派，跟这个跟这个啊派约掉了，所以这个积分积出来啊，
是等于啊，这个值是18.27的 I m square， 哎，这个还是用数字分析得出来的。啊、所以辐射电阻呢是等于二 P R over， 还是一样，二分之一 I m 平方 R， 那等于 P R。那你现在 PR 的值已经有了嘛，对不对？啊，你把它带进去，就等于这个。以上总辐射功率 PR， 及辐射电阻 RR 两个值，都是半坡天线值的一半。这个功率，辐射功率。跟这个都是半坡的一半，因为它实际上只有一半啊，所以最大辐射强度啊，我们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啊 ，S average 用90度带啊，值是等于这个，那这个值呢与半坡长有相同的值，这跟半坡长的值一样，这个可能你要在讲义上。啊，去看看，我们回头看，调来调去不方便啊。平均辐射强度 U average 等于这个啊。OK， 好，那么 PR 是一半啊，它是这个就是半波长的一半的 啊， 半波长的一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半波长的前面半波长我们来求出来。这是它的一半，就是这么多，啊，方向性因素的值呢，是这个 ，U maxima over U average，U maxima， 啊 ，U average 等于这个值 ，U maxima 我们求出来的是等于这个，啊，啊这是二派，啊，本来这应该是四派了，如果是半坡长的话是四派了，那现在我们只有半个空间嘛。所以它的整个这个立体弧度角只有二派立体弧度，所以这里是除的二派 ，OK， 啊，所以把这个算出来是1.64。好，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另外一个参数了，就是有效天线长度 （effective antenna length）。这是前面我们看的这个图。如果上面的电流向量是这个的话，假设线这个电流是这样子的话，它的原场是由这个积分而得啊，这个积分而得出来啊，这个积分呢，那么我们把这个值很多是保留啊，保留。这个 eta 可以带进去120派欧姆啊，那 beta、sin theta 都保留，这个也保留，啊、那其他 j 也保留在这里、啊，那么这个跟四一样，120被4来除，就是30了啊，等于 sin theta。这个积分，这个我们就用 I 来 ，I 就是等于这个值了 ，I 等于这个值、啊、，I 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讲 I 就是它嘛，对不对？啊，假设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叫做 effective length， 假设 I 里为天线电流输入点的电流，就是说假设啊。这个输入点输入一种电流啊，它是一种常数，它不是随着这个时间变的，它是一个常数啊，也不随着位置变。OK， 那么 Eθ 呢 ？Eθ 从这个式子我们知道，这是 I0 啊，这个常数可以拿出来啊，可以拿出来啊。
然后其他的项目就把它变成 L， 一，一代表 effective， 啊 length antenna length，L 就是等于这个 ，OK， 等于这个值哈、啊，这个写错了，这 L 怎么打成这个？这是小 L 啊，好，这就是 effective length，effective length。EC 它等于这个的话，这是我们把前面的再照抄一遍啊。那么 length 是等于这个东西。好，那么这就是前面这两个式子哈、啊，我们把它重写一下，因为换了一页。LC 它就称为发射天线的有效长度。那 L effective 可量测天线作为发射器的时候它的有效长度啊，有效长度。好，那么等一等我们会看，从这里看出它的意义来哈。在某一种电流分布状况下，原厂与 LE 成正比，原厂跟这个成正比。有效长度含有天线方向性质的所有资讯，在许多实用状况下，西塔等于二分之派的时候，有效长度的一个重要值是等于这个啊。我们看这个，西塔等于二分之派，西塔等于二分之派，这就是一了啊，一。从这里可以显示什么东西啊？显示说啊，这个就是等于电流乘上这个长度，因为电流跟 Z 有关的，它是不同的话啊，它在不同的一个 element 里面，然后这个全部加起来的长度啊，全部加起来就是电流乘上这个长度天线啊，这里头的值积分积出来等于一个常数的电流。这个我们刚刚不是讲等于常数吗？乘上 L1 就是某一个常数，就乘上某一个长短，就是说啊，我假定这个电流是一个常数，我这现在就用一个长度啊 L1 啊，它乘上的 L1 就等于这个积分啊，所以这个是显示 L1 是代表一个定值电流之等效值天线的长度啊，等效的长度，哎，是等效值天线可以在平面上辐射出相同的原长啊，这个电流它辐射的这个电场啊跟这个真正的电流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它的有效长度，哎，就假设这个时候电流不是这个样子，不是随着 Z 变，它就是一个常数乘上某一个长度，正好等于这个积分，那这个就算是它的有效长度。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假设啊，一个半坡偶极子天线，半坡的，那么它的电源是从中心馈入啊，电流是均匀分布的一个正弦电流，求此天线的有效长度，它的最大值是什么？好，那么这个因为中间馈入就是这个样子。好，式子里面啊，我们 H 呢，好，这个 IM 就是这个 Z 等于零处的这个电流， Z 等于零这个地方的电流啊，
就是中间中心这个地方的电流，哎，它是往两边哈小下去。然后 H 呢等于它二分之一派，是二分之 lambda 是整个天线，它上面一半是四分之派，好，带到我们刚刚这个有效的长度这个值里头去。好，这个我们当作是 IM 啊 IM， 然后这个 IZ 呢 IZ 不是 IZ 把这个带进去，那 I0 就等于 IM， 那这个约掉了啊，整个这个就变成这样子，变成这个啊，变成这个值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F 西塔了啊 ，F 西塔，好，就是 F 西塔，然后它的值啊，就是等于这个啊，这是说明上一次，因为一西塔是等于这个。F 西塔原来是这个值，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值。好，然后呢，我们就说，啊，我们比较这两个，啊，比较这两个 ，sin 西塔，就你把这个值啊带到这个里头去，跟这个比较的话啊，那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呢。就是贝塔2乘上贝塔分之二乘上 F 西塔，那我们就把 F 西塔带进去等于这个，那现在当 H 等于四分之 lambda 的时候，贝塔 H 呢是二分之派，贝塔 H 等于二分之派，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就是二分之派，这个二分之派就是零了，对不对？就变成这个，啊，那就是这个式子啊。当它等于二分西塔的二分之派的时候，啊，那 lambda 西塔这个啊，这个二分之派，二分之派这个就变成零，那就变成一。这个变成一，那就是一了，对不对？这就是一，那它就等于贝塔2，贝塔分之二，贝塔分之二，我们把这个贝塔用 two pi over lambda 来带的话，它就是 pi 分之 lambda， pi 分之 lambda 是小于二分之 lambda， 就是它真正的有效长度啊。在西塔等于二分之派这个地方产生的这个电场啊，这个要产生这种电场的话，它的有效长度啊是比这个派，它是派分之 lambda， 比真正它的长度二分之 lambda 要来得小。好，我们现在啊就是它的有效长度，哎，这个是它求 maxima， 它的求 maxima， 求 max 有最大值，有效长度的最大值就是等于这个的 maxima， 这个 maxima 就是当这个西塔等于二分之派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结果。好，我们从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啊，表示天线的有效长度的定义，用来表示天线有效定义，对不对？它只适用于电流是从中心馈入的较短的天线啊，只适合这个东西。好，现在我们看这个线性的接收天线有效长度定义，这是接收天线，电磁波来了啊，电磁波从这个地方来了，然后这个它就会在这里感应出电流，感应出电流的话呢，那这个两端就是一个 open circuit，
VOC， 这个就是接到里头的一个接收器里面去啊，这就是这两端的断路电压。好，那么接收天线的有效长度定义为两端天线两端的感应断路电压与天线感应电场的比值啊。那也就是说马马虎虎当作什么呢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电压，这里电压是这么多啊，那么越来比如说这个电压好了，这个正这个负好了啊，啊再来就这个正这个负，这个正这个负啊，一路下来啊，整个的这个电压啊，它这个电压就是等于这个电压之和加上这个电压之和啊，那就等于这个就等于里头的电场乘上长度啊，因为 V 是等于一啊 ，VAB 啊等于电场一 dot dl 的积分呢 啊，那我们可以如果这个电场当作是一个均匀电场的话，那就是乘上长度而已了啊。所以 VOC 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L dot EI 啊 ，L， 因为它是一乘 EI 乘 EL， 那么我们把这个是一个向量，这也是一个向量，就是它的内积啊，内积 EL 当然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长度啊，这个有效长度跑这里去。好，电进来的这个 EI 啊 EI， 你这个 E input EI 好，它如果跟这个垂直的话呢，那这不是垂直，跟这个方向平行的话，那就是正的啊，这个时候啊它就是最大值啊，最大值就是这个方向跟这个一样，当然这个最大值。如果说你这个 EI 这个地方的 EI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 EI 啊，如果这里有个讯号过来，电场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不管你在哪里了啊，在这里头啊，它的电场是这个样子的，跟 ELE 垂直的话呢，这两个 dot 起来就是零了。所以说你这个入接收的电场要跟这个天线平行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它的断路电压最大，就是说你接收器的输入在接收器里头取的电压最大啊，如果说你这个电场啊跟这个垂直的话，那么接收器就没有信号啊，就是这样子。好，底下我们就看 antenna arrays 线阵列，天线阵列是将一群有适当的振幅跟相关性的相似天线配置成各种特殊的结构体，比如说啊直线型、圆圈型、三角形等啊，一群天线咯、啊、那么这个就是叫做 antenna arrays， 就是各种的这种形状啊。好，天线阵列做什么用呢？因为它能够产生特定的辐射特性，较重要的辐射特性有主波瓣的方向及宽度、盘波瓣的宽度及方向性因素等啊，这些可以产生一个特定的一个值啊。那现在我们先看这个二元阵列 （two element arrays）， 只有两根天线，两根这个集天线，啊，它的距离是 d， 就是零一。零号天线、一号天线距离是 d，
朝 X 方向排列，这个是这个天线是跟这个垂直，跟这个荧幕的面垂直的哈。好，如果天线一的电流超前天线零的电流一个 C 度啊，二天线在西塔远的西塔数的在西塔数的原长啊，分别是等于这个，但西塔是对 Z 轴产生的啊，就等于啊一零是这个，他现在就是把后面那个积分用这个模式函数来带哈，对 ，E 弯，因为它这个，它现在有啊，这个是因为它距离的有一个距离而产生的一个相差，那这个就是说啊，这两个天线本来就有一个相差啊，本来就有相差，对，电流就超前或者是落后这个相差。这个要特别注意哈，以后就是要注意这两个量，一个是西塔，一个是 R， 这个贝塔 R， 这个叫一个就是 C， F 为各天线之 pattern function， 啊 ，EM 是振幅的 function， 两天线的总电场我们可以把它加起来。总电场啊，总电场，那同一个地方的总电场啊，把它加起来，加起来以后啊，前面这个都提出来了，那后面这个呢就变成这两项。如果这个 R 非常非常的远，比它们距离啊这个 D 还要远的，远很多很多的时候，那这两个导数呢马马虎虎的相等啊，两个导数相等，就说这两个导数啊，以后这个 R1 就可以写成 R0 了啊。不过这个指数上面的 R1 呢就不可以当作 R 啊，那么 R1 是等于这个值，那这个我们可以从图上面看出，就是图上面看出来，这是 R1， 这个是 R0那照我这个图上画的话呢，应该是 R0 比 R1 大啊， R0 比 R1 大，所以呢R0 比 R1 大，所以它是等于 R0 减掉这个啊， R0 啊要减掉一段才等于 R1 啊，那么它可以等于什么呢啊，我们先看这个角，它在这个上面的投影 D cosine phi， D cosine phi， 然后 D cosine phi 再上去就是 D cosine phi sin 的这个角，这个角跟 theta 是互补互余啊，所以就变成 cosine 这个角就变成 sin 这个角啊，就是减到这个东西，哎，好，那么一等于这个，那现在我们可以把啊 R 通通当作 R0 提出来，然后这个上面的东西呢啊，那么 R1 就变成这个了啊，就写成这一项，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提出来，贝塔R 本来就在外面，现在把我们现在令 cosine 这个要特别注意，以后要记住，我们令 cosine 等于 beta d sin theta cosine phi， 就是啊 beta d sin theta cosine phi 啊，当作 cosine， 那这个就是等于啊，因为这个提出来了一个啊，那这个一这个这也提出来就增加这个了，就是这个值。好，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其实不要分开啊，就把它当作是啊一加这个，
就变成二 cosine， 我又没有写，我又在这里导出来，在这里导出来。你看这个本来是这个，后来变成这个样子，把 R 零提出来，这个提出来变成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东西呢合并在一起啊，好，那这个就是 psi 了，这个、就是 psi 一加 exponential psi。psi 的话呢，是等于这个值啊。那在这里头，我们提出一个 exponential j 二分之 psi， 那这个就剩下，这个、就变成 exponential 负 j 二分之 psi， 这个乘这个才等于一啊。啊，这个乘这个就加起来就等于这个啊。好，那么这两个就可以加起来就是二 cos 二分之派，二分之 cos 啊，就是这个。对，所以天蝎阵列电场的大小一是等于这个啊。好，那么里头的 f theta phi 这个称为基本因子，这个绝对值啊，我们叫做 element factor。那这个因子呢，我们称它叫做归一化阵列因子 normalized array factor， 就是你把前面这个都当中一啊，那它就是一个 factor， 一个变成一个 factor 啊，这个变成一个因子啊，我们称它叫做归一化的阵列因子，这个要稍微记一记，等后来我们要常常看这两个东西啊，元素因子element 基本因子，我这里又翻成元素因子，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啊。为每一个辐射元素模式函数的大小，它就是为每一个元素啊，每一个 element 函数，每一个啊辐射元素模式函数的大小，这个叫做，其实这个就是没有绝对值的，这个 f theta phi 叫做模式函数，它加个绝对值呢，就代表这个模式函数的大小啊，代表这个模式函数的大小。OK， 这个就是代表，像这个，它就是模式函数，你加一个绝对值就变成这个 element factor。然后 psi 二分之psi 二分之 psi 绝对值，这叫阵列因子啊。这个因子啊，它决定了什么？它与什么有关呢？就是阵列的形状，你排成直线或者排成什么样的形状，还有激发各元素之间的它的振幅，有的振幅它有，比如说有五个振幅。五根 element 啊 dipole， 那么振幅都不一样啊，然后呢，它的角度啊，就是说它的那个一个比一个超前一点一点，就是超前四分之派，那个旁边又比它超前四分之派啊，等等啊，那跟这种超前的就是用角度。就是用这个东西了，如果距离的话就是用这个了，所以它是跟这个 d 跟 phi 有关啊。 OK， 就相关的这个阵列，这跟形状啊，还有它的振幅啊，相位啊，跟相位有关。 OK，好，现在我们看，由一等于这个可以得知，由相同元素天线组成的天线阵列模式函数，阵列模式函数就是这个，是基本因子与阵列模式等等，我底下也会出来，
基本因子与正列因子的乘积，啊，就是这个，啊，那正列模式函数是这个跟这个的乘积，啊，就是说它跟这个有关，跟这个又有关。那么这两个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呢，这两个因素结果是相乘的。啊，这个叫 principle of pattern multiplication 啊，好 ，F 西塔是等于这个。比如说，两个朝 z 方向平行的半坡偶极所组成的天线正列，它的总电场大小啊，可以将这个东西啊带到这个里头去，它是这样。这就是它的正列函数啊，电场你主要看它的电场啊，啊这个带进来，啊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说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啊偶极子，但是它们之间呢有时间的相位差，所以它的F 西塔是等于这个东西啊，等于这个。好，那么如果这个跟单一电偶极子的模式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因为它这里多了一个 cos 二分之 cos， 除非怎么样呢 ？phi 等于正负二分之派，因为二元素正列。Psi 是等于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说 D 是代表两个元素之间的距离，因为有距离，它距离用波长来表示啊，所以它会有相差。那这个呢是时间的相差，啊，就是说第一个它发射的时间跟第二个发射的时间当中有一个相差是 Psi。那现在我们说，如果这是两个正列元素，二元素的正列，如果这两个二元素的正列，它是一模一样的二元素，我们这里说是单一电偶极子，对不对？如果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话呢，你摆在一起，当然有 d 这个距离了，可是就没有 c 啊，因为它们之间呢，没有时间的相差，啊，如果这个等于零的话呢，啊，这个等于二分之派的话，啊，这个又是零了，那这个 cos 二分之派又是零了，因此 cos 就是零 ，cos 就是零的话呢，那 cos 二分之 cos 就是 cos 零度啊，那等于一，所以啊就一样了哈，啊。好，现在我们看 H 面的模式 ，H 面的模式呢？那么西塔是二分之派，啊 ，H 面就是西塔，我们取二分之派的时候，那这个里头西塔是二分之派的话呢，那 cos 二分之派就是零了，那 cos 零度就是一了，那 sin 二分之派也是一呀，所以呢，它就有一个啊，也有一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一。那这 F 就完全决定在 cos 二分之 cos 啊，完全决定在这个正列因子，嘿，啊，正列因子。